全世界蕴含最多含义的一个词语，它让年轻人心跳，它让大学不断成长。挑战，大学只有成为自由挑战的舞台时才最闪耀，年轻人则是成为那个舞台的主人公时才发出最耀眼的光芒。秉持不畏惧失败的热情，超越挑战界限，迈向世界与未来。东亚大学，1946年光复后的第二年，釜山知名司法人士石堂正在换博士，开设了自己的首个讲座。因不忘对时代的反思，坚守批判的态度，走过的每一条路都成为了自豪的历史。是默默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开拓大学未来的大胆挑战的岁月。作为代表地区的名门私立大学，通过成赫、富民和九德这三所未来型多校区大学，孕育大学传统，实现学生梦想，并成就地区未来的东亚大学，成为了挑战与飞跃的舞台。同时，作为地方私立大学中规模最大的法学专业研究生院，在韩国法律领域具有最高的知名度。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体育等多个领域，拥有影响韩国的20万校友网络。他们的支持和支援，给东亚大学的学弟学妹们打开了更多的挑战机会和发展空间。知识与人品兼具的国际人才，成长为拥有魄力与风度的高尚东亚人。延续东亚大胆挑战的历史，造就更美好的未来。超越迄今为止所有革新的第四次产业革命，进一步强化融合教育和产学合作，培养引领时代的人才。通过釜山市产学研研究园区的建设项目，力求建造基于 ICT 的全球智能工厂。引进 Link Plus 项目，构建亲和企业的教育环境。在城市文化再生、产业高端化以及老年健康和健身领域中崭露头角，引领着地区社会的发展。通过执行由教育部支援的人文力量强化项目以及地方大学差异化项目、科研中心支援项目等，国策事业和地方项目积累的研究力量，增强了东亚大学教育的基础。来自世界各地为接受最佳教育的各国学生们，在国际区共同成长。每年有上千名东亚学生远赴海外大学和机构学习国际知识并磨练感觉。通过独具竞争力的就业支援项目，走向韩国社会乃至国际舞台。通过韩国最高水平的多种奖学制度，尽全力实现梦想的东亚学生，与他们携手创新挑战的步伐，迈向更美好的明天。与地区社会携手发展，并分享学术成果与文化遗产的东亚大学，韩国顶尖大学博物馆，地区的名胜地，其建筑物本身就属于文化遗产的石堂博物馆，承载临时首都政府大楼的历史性，是逃难首都釜山夜行等文化活动的起始点，也是主舞台。
在釜山、蔚山唯一拥有心脑血管疾病中心的医院，地区医疗的中心，东亚大学附属医院，拥有最佳医疗团队和尖端的医疗系统，用可信与服务意识的医疗技术为地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东亚大学将一步步实现携手地区并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名门私立大学的蓝图。70여년의역사와20만동문의동아대학교는지역명문사학으로서의더높은위상을지켜오고있습니다창의력과사회봉사정신국제적안목을갖춘전인적인재를키우는대한민국명문사학으로나아갈것입니다兼具人文素养、自主性与魄力、共同体意识的高尚东亚人，努力培养勇于挑战、善于沟通的创新人才，并不断挑战全新领域，时刻觉醒、携手同行的大学 ，Beyond Tonga， 东亚大学。